命我拆四个，奥特曼盲盒，布鲁克积木人，奥特曼零食盲盒，还有勋章盲盒，看这几个浪哥今天能不能抽到隐藏款，希望能抽到超稀有的德塔奥特曼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这里开拆，先拆一个勋章盲盒，第二弹有四个超级隐藏款，里面还有个特别闪的 GMAX 奈克赛斯奥特曼幼年形态，奈克赛斯的半身像还有编号的细节做得非常好，底下还有个带签名的印章，整体看起来真的不错。我们继续群星版第三弹，封面是德塔奥特曼，抽到了一个高斯奥特曼月神形态，开始组装。高斯奥特曼组装完成，有一双透明的手，这个造型还是挺帅的。前两个都没有抽到隐藏款，不过还好都是奥特曼。我们继续临时盲盒，上次抽到了一个黄金奥特曼，看这次能抽到啥，一个超级之盾，还有一个捷德奥特曼，胳膊是可以动的，特别小，拼装起来也特别简单，抽到捷德也还不错了，还是黄金奥特曼比较帅。黑暗引力勋章第一弹，隐藏款是闪耀迪迦，抽到了一个大怪兽骷髅哥莫拉，看着好凶猛的怪兽啊，不过做成了胸章也是很好看的。看看今天浪哥收获也还不错啊，三个奥特曼，这里面有没有你们喜欢的，如果有记得给浪哥留言。